the stars come to shine when it's dark. From so far away, show us where we are. What makes the sun go to sleep every night? And what's it dreaming of? I wonder. Sometimes hides behind the clouds. Maybe it's just like me, a little bit scared of heights. Why does the rain always keep on pouring down when it's gray outside? It really makes me wonder. Hello， 大家早安。我估计这支影片呢会在除夕的时候上，所以我要用很多吉祥话来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一整天呢，我都会吃吉祥的食物，像刚才早餐我就吃了水果 yogurt， 里面有苹果，希望大家永远平平安安；里面有凤梨，祝大家好运旺旺来；里面有橘子，祝大家大吉大利。最后我还淋上了蜂蜜，就是希望大家跟家人、爱人、朋友都可以永远甜甜蜜蜜。那等一下呢，我要拍一集实验室，拍完大概也就中午了。那我们午餐的时候见。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欢迎回到我的实验室。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Hello， 大家，我刚拍完实验室，现在是中午大概12:20，我要来准备午餐。今天我要来吃过年都会吃的金元宝，我要来做煎饺。我今天煮了8颗金元宝，祝大家一路发财源广进，招财进宝。不知道大家吃水饺、吃煎饺的蘸酱里面有什么？像我一定都会有酱油、跟白醋，还有香油。然后我今天还加了一点辣椒，很香。嗯，我觉得这水饺也是我们自己包的，好吃哦，好烫。嗯，我很喜欢吃煎饺，因为它很方便做。
Hello， 大家，我们家是六点吃饭，现在是五点半，我刚才都已经把料备好了，现在要来炒菜。我今天做了四菜一汤，这个是开阳白菜，祝大家三阳开泰。这个是蒜爆猪五花，祝大家诸事大吉。这个是芹菜炒豆干，希望大家都能勤快努力，都能够升官。这个呢是豆乳鸡翅，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大鹏展翅，展翅高飞。我们今天的汤是干贝萝卜排骨汤，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好彩头。我们今天还特别坐在餐桌上吃饭，因为这样比较有感觉。那我们就开动咯，吃饭吧。先来一个蒜爆猪五花，如何？够咸吗？希望你能升官哦，多吃一些豆干，豆干代表升官的意思。好吃耶，自己夸赞自己。好好吃哦。这么好吃。很香。是不是？很不错哈。不知道大家年夜饭都吃了些什么，希望你们都吃得很饱，吃得很开心。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虽然今天已经祝福大家很多次了，我还是要再祝大家一次，新年快乐！希望你们每天都很开心、很健康。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